来订阅吧。孩子们，记住不能给不认识的人开门，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说的话。记住了。妈妈，爸爸，是你们吗？当当当。是谁呀？我是修理工。来修东西的吗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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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修东西，快把门打开。不开就不开，爸妈没回来，谁来也不能开。我们才不会给陌生人开门呢。披萨到了，好香啊！咚咚当当咚咚咚咚咚咚，我来送披萨，快把门打开。不开就不开，爸妈没回来，谁来也不能开。我们才不会给陌生人开门呢！气死我啦！圣诞老人，呵呵呵，圣诞老人，咚咚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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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送礼物，快把门打开。不开就不开，爸妈没回来，谁来也不能开。我们才不会给陌生人开门呢，要不明年再来。我会回来的。和爸爸，真的吗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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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妈回来了，快把门打开。不开就不开，不开就不开。如果真的是爸爸和妈妈，你们可以自己打开门呀。对，说的没错，你们两个都做得很棒呢。嗨，朋友们，快来碰碰湖 Plus 畅玩各种趣味游戏吧，立即免费体验。